女贝斯手婷雯站上高台，一个踉跄往后摔，麦克风声哐当超响亮，其他成员还有卢广仲全傻住，愣了一下，又敬业把歌唱完。为了这次大港，美秀集团进彩排室的次数比我们自己专场还要多。表演结束，救护单位才进场，独立乐团美秀集团的其他成员也都上前关心婷雯，人是清醒的。台上担架后，在同伴们的鼓掌跟欢呼声中送上救护车。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婷雯现在意识清楚，没有大碍，请大家不用担心。事后美秀集团也在脸书 po 文报平安，表示婷雯在医院检查后是髌骨脱臼，已经将骨头复位，仍在休息中，请大家不用担心。出身嘉义的独立乐团引来市长留言回复说吓了一跳，底下粉丝也都刷一片祝伤者早日康复。女贝斯手失足从高台重摔，让众人惊呆，也成了大港开唱意外插曲。记者邓明高雄报道。